就算是我错了，我全都错了。可是你总得给我一个认错的机会，你总得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吧。 今天不能陪你们聊了，我去打大仗。我相信这是最后的决战。我向你们发誓，我一定让那些狗日的敌人们血债血偿。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牺牲也是值得的。我廖志高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 我也学了点暗算人的小花招，怎么样？还行吧。我告诉你，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休想得到。廖志刚是我的，你就别想了。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田部长的指示，乘坐副巢专列的人员将在常德下车，秘密换乘汽车。 为了避免和敌人的接触，主力部队该做小道，由周家店、京津市，在石首镇补给加油，然后绕过荆州，直到乌干。另外是几辆卡车做公路，当然这样做比较危险，可是速度快。接下来我们将面临两种情况：第一， 在敌人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的时候，车辆就已经顺利通过了。当然，这也是比较乐观的估计。第二种情况，就是敌人的速度也快，我们就只能硬碰硬的和他干一下子。从川南回调的第12师已经接近宜江，因此我们在这个地区只要坚守4到5小时就可以得到支援。 据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这一带公路两侧多为山地和林区，便于隐蔽，因此我们要在这一带和敌人周旋。没错，这一定要提前做好侦察工作。营长，到。这是你们的长项，1连和2连负责公路附近的侦察工作，3连做好接应复巢人员的准备工作。是。 这次，我带特别行动队全程护送赴巢干部团到乌干，换成军令。如果顺利，在任务结束之后，我将直插宜江，配合第12师围剿反攻救护军。另外，斩首行动也要做得干净利落。张参谋长，你负责把独立团里隐藏的特务一网打尽，但是要记住，要在师部下令开始合围之后你才能行动。 在这之前，切勿打草惊蛇。明白了。同志们，回去休息一下。凌晨5点，准时出发。是。我们又征集了一些民众车辆，整体抢修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附近的群众都自发地前来帮助我们。
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全部弄完，情况就是这样。很不错，辛苦了。李副主任，刚到的绝密文件。好，你们先出去一下吧。哎，哎，请。原定军列计划取消，改从公路走，怎么会是这样？我们千辛万苦的，都快把铁路修通了，上面一句话，说不走就不走了。走，跟我去趟电鱼阁。是。立刻给中央发电，山体滑坡事故的荆州铁路段正在全力抢险当中，请中央放心，绝对保证军列安全准时的通过。我李群在此可以立下军令状，请中央指示地方铁路部门尽量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哎，李副主任，这军令状您是不是再斟酌一下？没什么好斟酌的，这不单单是体现我个人荣辱得失的问题，而是体现了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如果现在改计划，我们十几个小时的努力不但是白白的浪费了，而且我也没法向那些参加抢险的群众进行交代啊。那样的话，我们的脸面可就全丢到长江里去了。就按照我说的发。是。李副主任，坐。特派员，从电文中看，四省的反过救国军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到达集结地点。3个小时后我们不出发，恐怕就赶不上了。向参谋，我最关心的是你们是否能够确保炸毁共军的军列，因为这是飞鸟后续行动的重中之重，如果没了这个，其他行动都意义不大。还是让单广和给大家讲讲我们行动的具体布局方案吧。从共军军列的运行图来看，我们的最佳下手地点就是军列离开荆州，即将抵达石台村中间的这座铁路桥。自从我得知飞鸟行动后续计划之后，我就秘密组织人马挖通了石台村到这座铁路桥之间的地道。目前1吨炸药已经运输到位，我跟向参谋会提前1个小时抵达，并在20分钟之内完成接待。并且这座铁路桥的设计图我们已经搞到了手，已经明确得知这座桥的核心支撑点就是第4、第6支撑点，只要我们炸掉这2个支撑点，就可以完全摧毁这座桥。
有把握吗？万一外围的共军要是进行骚扰怎么办？二队长会派一个小队策应我们。不过我认为这次行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胜的决心。我保证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引爆炸弹。我们要的不是口号，我们要的是万无一失。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把桥给炸了啊？要是被共军发现，你们比谁跑得都快。邱司令，炸桥的任务本身就非常危险，他们能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就难能可贵了。特派员，我们现在要的不是过程，要的是结果。现在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把这座桥给炸了。邱司令，我已经说过了，无论如何我会引爆炸弹，誓死为党国效忠。好了，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大家都清楚了，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是。你刚才听到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两种声音，一种是天籁的音乐，让人开心愉悦；一种是临阵前的呐喊，让人激动兴奋。音乐和战争同样的美妙，同样的残酷。而你能从这种美妙之中感受到残酷，又能从残酷之中升华着美妙，难道不是吗？你是不想喝呢，还是不敢喝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嘘，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你只能听我说。等我叫你说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说话。大梁家的，加上阿母和七个弟兄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一共是3000。懂不懂规矩？你什么事那么吵醒？没看见我跟大当家真商量事儿了吗？大哥，事关紧急，小的不敢耽搁。什么事儿？一个自称是反共救国军那边人送来的，让我务必马上送到你手里。说是耽搁了，你会让我吃不了兜走。圣女，圣女被绑架了！什么？大当家，他们让你到他们那儿去商量事儿。豹子胆，一而再，再而三的惩罚一次。好，这就跟他们新仇旧账一起算了。大当家的，你得冷静啊！现在圣女在他们手里，我们可得小心行事。我怎么冷静？那是我妹妹。挑几个机灵点的跟我走。是。你还想不想跟我走？是。你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战争？因为有些人太贪婪无厌。说得有道理。自古以来，战沙场夺天下是男人的天性，而女人都是作为一种战利品，被胜利的一方霸占抢夺。我作为一个女人，能够如同穆桂英征战沙场，这到底是一种幸福呢，还是一种悲哀呢？你就是一个女魔头，你冷血，你残酷，你对一切都麻木，你怎么可能知道幸福和悲哀的感觉呢？你说的既对也不对。我身上流着真正军人的血，我的父母战死疆场，我作为一个战争孤儿被送到军统学校，从小我就感受到了残忍的杀戮和无情的鞭挞。当然
听到的美妙的音乐，我从来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恐惧，反而感受到一种血脉奔张的兴奋，以至于我的教官说我是一朵需要用血来灌溉的曼陀罗花。我从来感受不到辛苦，也感受不到痛苦。我的父母是为了伟大的三民主义而牺牲的，他们不能完成使命是因为时运不济，而我绝不会犯这样的错，无论是自己还是上帝都不准犯这样的错。那帮自以为是的共产党，连我是什么人都搞不清楚。在我眼里，他们的胜利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大智若愚这个道理，我一直都不懂。其实他们比我们更加的冷酷无情。你跟他们演戏，他们也陪你演，演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在现实中，而他们依然那么冷静地看着你演。你说究竟共产党是这样呢，这叫自作孽，不可活。三个小时后顺利通行。怎么样？觉得白淑明一直没有放松对79000赫兹这个频率的监听，当他刚开始发抖就被他截获。他觉得使用这个波频发报的人有重大嫌疑。报告特派员司令，加冕的电报是国防部发来的吗？不是，是一个陌生波频直接发过来的，但是对接口令没问题。好了，去吧。是。
就是疯了。没错，我就是疯了。你知道我多爱廖志刚吗？我可以为他去死，可是我有我的使命，我的使命融在我的血液里，为其我万死不辞。我能怎么办？其实你早就知道你会输的，对吧？这样呢？共军军列北上计划改变，他们将从常德乘汽车兵分两路，加强团从周家店这边到京市走山路，可以在石首镇将其合围，干部团走公路，可在店儿隧道安装炸药，可依附山林进行游击战，务必将共军全部歼灭。喂，白教授啊？什么？我马上过去。哎，志刚。哎，田部长，怎么？你要出去啊？刚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白教授说敌人已经改变了兵力部署，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反飞鸟行动计划？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这儿啊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你就先听坏的吧。坏消息就是没有什么火车转汽车的计划，我昨天说的这是一个幌子。什么？你想想啊，我怎么可能让上级改变计划呢？这趟列车能不能顺利地到达朝鲜，它关系着我们在内政外交上能否打出响亮的一张牌。要知道，我们最高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这个我明白了，可是敌人为什么能这么快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呢？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好消息。这个幌子是配合我们反飞鸟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斩首行动的重要一环。您说这个行动是一个诱敌之饵？没错。那我还率着突击队去火车站吗？对。那公路那边呢？那边的计划不变，既然是幌子，就得做得逼真一点。我们这次的整体布局是要把四省的反攻救国军一口吃掉。军委已经密电在川南剿匪的一个师，秘密的潜回鄂北配合这次围剿。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我就想听你这句话。喂，找您呢。啊。喂，昨天还是专列啊，今天又改成了汽车。到现在为止，我们连一个进攻的目标还没有。我们去打谁啊？打谁呀？啊！大家还在这讨论，讨论什么？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裘司令，你也是位老军人了，难道还不明白战场上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这个道理吗？既然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共产党的绝密情报，那在我们和国防部身边难道就不可能有共产党的人吗？所以抱怨是没用的，赶紧抓紧时间搞清楚电报的真假，并且制定出相应的作战方案来。廖伯伯所言极是，另外你们各位大可不必怀疑这封密电的真实性，他是从我的上级申建那儿发出来的。怎么，申建是你的上舰？您也认识申建？哎，我当然知道，可是啊，他管不了我。那么华中华南地下潜伏组织一号长官西义呢？西义也管不了我，我是军人，他是保密局的，
碍我屁事儿。这封密电的最后有三个点，就代表是他的直接指令。廖伯伯，您应该知道，黑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吧？所以我们要立即调整作战方案。怎么调整啊？看来共军比我们想象的要灵活得多呀。灵活个屁呀、啊！就是奸诈狡猾。哎呀，裘司令，要懂得尊重对手。好。这个，我要去宜江前线了。啊？您不是说这个行动是一个幌子吗？您用亲自去吗？你不去，我也不去，敌人凭什么相信？可您是高级指挥员，不用亲自上前线吧？嗯，只有这样，才能让敌人深信不疑。那您保重。嗯。哎，田叔叔，嗯，他会在那儿吗？啊，我想他会跟我的选择一样。担心他了，有点。我知道我不能给你满意的回答，但是我相信他，因为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好了，好好休息。目前我们的兵力有5000多人，也就是3个加强团。但是共军已兵分两路，打乱了我们的部署，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游击战术，利用一个团骚扰共军，消耗他的兵力和武器弹药。另外，裘司令派另外一个团将金市附近的敌人干掉，在你们打响的同时，我会带另外一个团冲进宜江，占领政府和公安局等要害部门。诸位要记住啊，此役必须速战速决，要在2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特派员，你对毛泽东的论游击战是烂熟于心的。我不如裘司令，听说那本小册子你从来不离身，连睡觉都放在枕头边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句实话，毛泽东啊，确实是一个军事奇才啊，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用他的战术来对付他。现在最关键的是看谁快。特派员，你的战略部署我没有意见，但是我有2个疑问。请讲。第一，听说共军的131师已经向宜江方向迂回，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拔掉这个定路，否则的话，一个团的兵力对付不了一个师。他们不可能是一个整编师的兵力，因为2条路线的侦察和保卫工作就会拖住他一个团。那肯定是183团。那这样的话，他们只剩下2个团的兵力。军分区的独立团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虽然昨天我们部分的人被缴了械，但是西乙已经通知周副团长夺取独立团的军火库，没了枪支弹药，赤手空拳想跟咱们干，那是做梦。所以这个团的问题不大。那么现在就剩下一个团了。当然，这样是最好不过的。那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杨飞虎，裘司令多虑了。就算杨飞虎有亲共的倾向，英素也替你解决了后顾之忧。很快，杨飞虎就会过来。英素要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满饭好吃，满话可不好说，我只能说我尽力。不过司令请放心，我绝不会让凌云寨站到我们的队里面去。嗯，现在那吨炸药必须立即转移啊。向参谋，到。这件事情由你负责，
由单广和和小何全力配合你，将那吨炸药迅速的转移往金市。是。特派员，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赶路，马上出发。是，出发。到了，看来我是不得不佩服你啊！我们的圣女怎么说也算得上是女中豪杰，没想到被你这么轻易就带回来了。看来还是女人了解女人呢。你不如说，女人更了解男人。还有啊，圣女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口而已。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杨飞虎是否可靠。有这张牌，总比没有强吧。你忘了，上次你让杨飞虎进县城配合你的飞鸟行动，他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建议啊，还是要多考虑几种备用的方案，以防不测。你这句话提醒我了，我们跟杨飞虎之间还有一段血仇呢。你们还记得那个叫阿姆的吗？据我所知，还是杨飞虎父亲当寨主的时候遭遇了内部叛乱，结果除了杨氏兄妹，其他人都遇害了。杨飞虎带着他的妹妹投靠的就是阿母，阿母收杨飞虎为义子，从此杨氏兄妹与阿母相依为命。阿母当时在当地是个富户，帮着杨飞虎招兵买马，夺回了这兵寨。你们说，对杨飞虎这么一个意义非凡的人被我们弄死了，他能轻易就范吗？别说是杨飞虎，就连他妹妹阿英，我这心里也没底呀。这也不行，那也没底。党国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才会落得如此下场。你可千万不要大意。如果这次任务出现什么差错，那可不是你我能够担当的。那你还想谁来担当？如果连这点责任心和担当都没有，你还算是个军人吗？看，你连男人都不算。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闲心吵架？等等，报告。说，杨飞虎带着人求见。一会儿，你直接把他带到这儿来。是。你的贵客到了，我们要回避一下。看你的。大当家来了，我妹妹呢？先坐啊，喝口茶。没时间，我要见阿英。放心，我是不会亏待她的，她在休息。我杨飞虎也有今天。说，什么条件？大当家是个痛快人，那我就直说了。我是有求于你。有求于我？你把我妹妹弄到这个破山洞里来，也叫有求于我？逼不得已，实属下策。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反共救国军。我看你们是拜佛进了吕祖庙，找错神了。何出此言呢？我们凌云寨自打建寨以来，虽然比起你们也就芝麻大点的地方，但是从来就没被谁管过。现在是共产党得了天下，人家也没有说让我们加入什么序列，哼，无非就是互相帮助，各管各的而已。你倒好，一上来就让我们加入什么狗屁序列，我说难听点，那不就变成你们手底下的一条狗，被你们呼来唤去的。我杨飞虎没有什么韬光伟业，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但是我告诉你，老子宁当圈里的鸡头，也不当山里的凤尾。
大当家，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呀，听我把话说完。现在是凌晨3:40，再过20几个小时，整个鄂北，甚至周边四省，都要变天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还有一天的时间，湘鄂川黔将成为我们党国光复大陆的区域，我们的光复计划将要正式开始了。哼，做梦呢吧？我军之所以能容忍邱建军和他的部队在大坡岭山区活动，是为了拿他当诱饵，将湘鄂川黔边区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以执行飞鸟任务的名义集结到指定区域，从而达到全歼的目的。我们的主要兵力将会集结在宜江附近，明天共军在那儿会有一次大行动，而我们将炸毁他们的目标，进而夺下宜江，直逼乌干，夺取政权。什么行动？他们会有一批大量的人和物资运往朝鲜战场，而且必须经过我们的地盘，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大当家，我把我们的军事绝密向你和盘托出，一是表达我的诚意，二是希望大当家多考虑考虑。国民党保密局对廖一民坠机事件始终感到怀疑，为此命令单广和通过地下交通站，将记录有坠机信息的飞行记录仪经香港秘密运往台湾，以便核查坠机真相。各位乘客，开往香港的光明号就要起航了，抓紧登船，请各位乘客抓紧登船。好，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我就陪你们玩一把，但是我有几个条件。只要你不拒绝，什么条件都好商量。首先肯定是先把我妹妹放了。同意。我的弟兄必须跟着我，你们只需要告诉我要达到什么行动目的，其他人少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没问题。如果你们战败了，得允许我跟我的弟兄们撤退。绝不拦着。武器弹药你们总得出吧？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你说共谋大业，共谋我尽力，大业我能沾上什么好处？好，那我就告诉你，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序列，这场仗胜利了，你就是开国功臣，荣华富贵自然不在话下。另外，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地盘绝不只是小小的凌云寨，方圆500里都跟你姓杨，怎么样？人嘴两张皮，什么都能说出话来。你起码得把第一条给我兑现。来人，去把杨姑娘带上来。是。大当家，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做了，那要是你违背了对我的承诺，该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我既然可以让方圆500里都跟你姓杨，那么我也可以让你们杨家的凌云寨
将消失。杨小姐，何长官有请。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好。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不管咱俩合作成功与否，我要一个人。谁？单广和。这个恐怕有点困难，毕竟他是……老子不管他在你这是什么角色，他毕竟混进了我们凌云寨，而且杀害了瘸腿德叔和我阿母，还有凌云寨十几个弟兄，这个仇我不可能不报。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找他。